面做的汉堡，米汉堡的面条版，蛮新奇的，这真的好吃又好玩耶！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特别的蛋卷臭豆腐，在珍珠界顶天了，来一定要喝，真的有巧克力耶！姐姐你也讲一下话嘛，我在忙着喝，你知道应该丢什么了吗？旅行乐团每周日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